被模仿，从未被超越。这个招牌啊，很有力，又被旁边这个打挂，老子才是天下第一。用龙井来烟熏癞蛤蟆，癞蛤蟆的肉是不是特别富有那个空间，可以把这个烟熏的味道给它收起来啊？哦，好入味哦。看个猪粪跟苍蝇会不会太隆重啊？这每周一晚上10:30，立都会台30频道高山翁仔爱玩客。